为着要服务六十多和身心障碍朋友，观光车处搁买十台新的公车。馆长就阿馆讲，就今到今麦已经换掉57台公车，平均的车龄对6单外降至5单外。为着要提供跩老弱妇孺适时便捷的坐车服务，虽然有亏损，嘛一定爱搭起来。我们车上里面有非常大的特色，就是可以提供给心障碍者然后直接把他们的轮椅直接上来。所以这个样的一个富康巴士的一个设计我们就是把它完全来落实，希望能够对我们的这个身心障碍或行动不方便的人有所帮助。那这次采购的10台车里面，事实上嘉义县的公车总共现在加起来是87辆，那也把平均的年龄从6.67降到5.59年所以车子它更年轻了，能够有更安全、更舒适。另外的一个设计是嘉义县因为老人化非常的严重，所以我们在车上里面也特别的提供了更多的这个敬老者的这样的一个博爱的一个车位而且用不同的颜色来去做区隔，然后希望能够把嘉义县的这样的一个能够服务老人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和敬老的精神也能够发挥出来。观光车主指出，公车是偏远地区老是大主要交通工具之一，虽然嘉义县财政状况是较严，可是服务时大人绝对袂拍折。馆长又搁要求公车司机应该定期接受身体检查，加强维护车辆的性能，确保行车安全。台阳新闻黄佩仪采访报道。